放下去的时候动。对啊。哦，这最艰难的黏黏、哦，不要动。没不要动，不能掉，没有人挂就行了。哦，吞呐、啊！哦，好有力哦！哦，你看，哦，纠缠，哦，哇，它还会勾啦，还会勾。对啊，你看它勾这样，那有障碍物它就勾住了。这个就好了，是吧？好啊，这个超有哦，因为我们那个那一些点有些点卡等，它比较尖细、啊，哦，所以这样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宽度比较大，好吧，这个就很好用。那我给他拿两把好了，啊，买那个，就一盒就够、哦，一盒就可以钓天亮，用不完，真的就可以钓天亮。还没铁的话，一盒就可以钓天亮。来来来，我都给他了，不用，没一样啊，我也是要买这两把啊，不用别的哈、哦。你不是69那个啊？对啊、哦、今天要去哪里钓？没有，今天要去田里钓啊，钓钱花。那、啊、你要去玩那个啊？我要是一直提，不用啊，我要去乌石港玩那个白带。哎呀、啊，白带应该也有啦哈。乌石港还给你进去？有啦，没有那个港嘴而已啦，540。等船出去以后就可以了。哪里钓？肯定是划，我被你猜。540是吧？对，500。是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就直接先拍了。对啊，来帮我们钓竹绑一下，介绍一下。还用几磅的线啊？这是十磅。十磅的，十磅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他拿15磅。15磅，15磅比较刚好。15磅比较刚好。那可以用布线吗？布线会比较不好穿。比较不好穿。比较，它有洞的话，比较不好放进去。哦。它这个线比较硬，比较所以用棒线还是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上次说跑掉是怎样？棒线被扯断了，太细哦。我们那次是用10磅的棒线被扯断。哦。啊，敢那直接拿30磅啊？怕钩子没办法绑啊，因为我们钩子用很小，小小的而已，嗯、太细的不好绑。哦，这么小。啊，钩子是用几号？我以为你用基努钩诶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过来。这就是酷雷，就是黑毛黑龙鸡啊、哦，这个比较细啦，好、哦，比较细骨啊，它这个有背刺啊，背刺哦，它就是勾那个我们等一下要用的那个蚯蚓会比较好勾，对对、啊、哦，大概抓一下，不用太长，因为太长有时候你要进去那个洞里的时候会不好进去，不好弄，对吧、啊？啊，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一般的那种很简单的那种钓鱼节的打法就好、啊、就可以了，就对了。对啊对啊哦，我们要钓具证马上完成一下哈，等下就要去钓了。对啊。单起你就好啊。这样可以哦。单单的就好。对啊。哦。我以为他是要弄这么短，然后当作那张去撸进去。要短也是可以，就是看个人喜好，这个长度就是依个人去。个人喜好。对啊。哦，这样哦。有些人可能会习惯短一点，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以为是要这样把它撸进去洞，啊撸进去之后，这个饵就会跑到这里来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会饵先放进去。我知道你的意思啦，你就是饵先把它，可是一定垂得进去吗？垂得进去，一定可以垂进去。垂不进去用转的，转杆子，转杆子它就会慢慢跟着进去。了解了，哎，我大概就这样的意思。我这6号的酷雷钩，这短短的差不多7公分的。嗯，这样也行哦。可是当他们去台南吃鳝鱼意面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说，这个就是我那时候、哦、那个意面我还没吃过哎，很甜，可以想甜吗？很甜，走过来啊，右转，好像在右转啊，生意好的不得了，这边右转啊，结果哎，什么照相？哎，闪了一下。你有超过吗？那超过应该是刚刚那一台啊，它、啊、怎么会照相？哦，我的头灯，靠呗！哦，吓一跳，我奇怪怎么会照相？对，这边我等。
边有点秀逗秀逗。我想你这边这种地方种超高级，一般来讲应该是那种台北的那个地方。对，我说哪符合成本啊？我在宜兰还没，至少还没遇到，礁溪有光，很少。哦，主动对不对？哦，你说这个啊，这样子啊，像这种地一定会有东西。哦，对对对，找洞而已，这种的也有。这种怎么有？它会躲在石头旁边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啦。那水泥呢？水泥地，水泥有接缝处，那边是不是有个洞？敢拿来捅看看就知道了，怎么可能？你要捅看看。蚯蚓。嗯。我们讲的是叫做斗问呐。嗯，啊，你们叫做啥？大棍，大棍，嗯，大棍甲大棍拢能讲。大棍，大棍，嗯，因为这边运气好的话有慢的，有慢哦。嗯，因为这边靠海边。哦，天气好，其实玩玩还真的是蛮有趣。天气好的话，钓况会更好。钓况会更好。对，天气好的话，它会吃饵会比较沙，比较咬饵会比较钝。没劲，咬了。嗯，没事，洗的。我没事，没事。难干过。我看你个该收多久？无聊啊。你卡先开，卖用水吧。你卡先去你顶头。我今晚袂点的啊，过来，你袂使惊啊大来了。我惊啊，我就惊掉的尔。伸得进去啊？这个字。嗯。边的吧？对，合理。边就有了。干嘛呢？我那时候看到我绑的。怎么样？什么东西？都给他办哦，还是自己来吧。对啊，自己画就好了。对啊。我靠，好大一把！行，我们先出一只，等下就要再去画了。再叫。露一点，露点点，露一点点，我一定要露高点。感觉你那个还拔开一点。它这边有个洞，那你给他试一下。哎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哪里？中了，快搭下去了。哦，中了哦，大只的，大只的，零点零二，零点零二，这个洞还蛮大的。等一下，我去下去看。那你会不会，会不会是那个？你不要动哦，你就这个位置哦。掉了。中了，啊！中了，等一下，我睡觉。你要是冰出状态都出不来啊！等一下，哦，好，等一下，哎呦呦呦，排长，慢出来，我睡觉。看，刚刚那个洞吗？不是，另外一个的。睡觉，他放掉了。没关系，还有救。被挖走了，对吧？他很贪吃啊，只要有看到，就是大部分都是直接挖了去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是。听那么清，你看，他真的是。哦。这干短成这样子，是肉干吗？去，进去看包包。
的把它挖出来啊。看着，你要挖吗？你帮我盯着，盯着啊，我要挖它。它头已经看到了，是吧？有起来吗？好、啊。要数进去吗？起啊起啊！干多挖一点啊！这么懒，要百分之百看摸的。哎，不要，我不要这样拔、啊。真的是耶，我一直放这个一直卡住，它下面有那个有塑胶套，对啊，它真的是，哇，反正很活泼的，在打我，打掉你惊掉我了，好一点没错，从后来进。哦，活泼。哦，对啊，这蛇呀，这很扭啊。哦，蛮吉利啊。小心车子。钓鱼白点狂。他就是不进去，你吹钢筒。你先让他进去，你先让他进去，还是他看？我一带你怎么造出来、啊？哎、欸，真的很难解哦，他那个很滑啦。大爷，还有啊、哦？你想说靠近多少？那边很大，那边有一个洞，会这样打的，应该蛮大的。在那边呢？快啊快啊快啊！哦，碎碎碎碎！啊，有东西，看到一个头。有个头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等一下。哥哥，要不要先喝一下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动啊！那个洞。你好恐怖！我靠！拖走，拖走，拖走！我靠！走开！等一下。那一只应该不大不小、啊、也不大、啊、刚刚你有弄那个洞啊？有啊，我刚好弄那个洞啊，放下去就咬手，放下去就咬手。哦，对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头出来了。哪里？快点下去去吧。啊，我看嘴巴出来、哦、有哇，我来帮你捡，我先喝这块。你看，你看，哈哈，还可以的大小啊，可以的，你举高一点看看，哦，碎碎碎碎，哦，好，再接再厉，再接再厉，哎，哦，靠。没有喊一下，有一只哦，所以刚刚那只还真的蛮大的呢。对啊，这只比较小。哦，睡睡睡，可能要拿布哈，不然抓不住。对，快开快开！啊，哦，溜起！三只三只，啊，中了，你也中了。这边可以搜寻，这边可以搜寻了、啊。对、啊，这上比较上面的位置，因为这边应该比较少人搜。我现在想要把它挖出来。OK， 哇！哎、欸，有没有布啊？还是找什么？胖胖，帮我弄一下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断了，掉，还、啊、掉了。是哎，看很黏呐、啊，你这非常的黏，要用扣的。哎，这只比刚刚那只还大，哎，小心喽、哦！我也不会让它掉出来。
我好像看到两支手啦。哦哦哦！你看，啊啊！来了，你看，哎，好厉害哦！哈哈，哎，我看我要下手了。哎呦，又被丢回去了。干！哦，超难抓的。丢回来。等一下，我。快很紧的，直接刮后尾。哎，哦，好好难抓哦，超难抓，我们根本抓不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钻进去了，只能有一次。对，走到这边，这边有洞，只要好啊，可以啊，我试试看。这边，这边去，这边有个洞。那拉了，拉了。有了，拉了。要把杆子凹弯哦，比较好起来。哦。对着那个洞口拖出来。啊！又中掉了。没有了。拿去哪里？跑去哪？哦哦，卡住了。还是要不要把它毁了啊？啊，阿全。我看一下。啊，又松掉了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是我的橡皮筋啊。有啦，确实卡住了。中了吗？嗯，哦，有货。有拉吗？拆了啊。我要拆他了，睡一下。我现在拆他，拆他。没了，太紧了，太硬了，拔不起来。哇、哦，可以吗？住就好。好。哦，睡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有。那边给我。好，给你。我把它往那边，比较不会掉。睡。哈哈，哎，真的是卡在那里，哇！感谢阿全呢、欸。你要拆啊，没有拆，一定不会卡。整只啦，哇，哦，好有力哦！哎呦，滚轮准啊！好像可以啊、哦。哎，开了。开。哇！我再去拿去。有趣哦。好啊，好啊。哦哦，他在拉哎、欸，对啊，所以才要那个把它停住。哦，好，你等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要一定要一样，就往后拉一下。哎呀，他真的慢慢拉，他把我拉进去嘞。对，我会帮你的杆子维持一个弯度，你就慢慢往后倒就好，慢慢的、哦、慢慢的。哦，好有力哦。对啊对啊，不要急。太扯了，哦，他一直在拉嘞。对对对。哦哦啊！又松掉了。啊，看，哦、有好有力，好有力。这边走到那个，就是刚刚那颗洞，我就应该要起来了，然后但是不行的话，可能就是要拆了了哈。对，一定要拆那个洞，因为那个洞，垂直的洞，一般来说我们一定都下去拆。嗯，一定都要拆。对啊，不然都垂直的洞你没有下去拆，很难拉起来。嗯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施力啊。对啊。经过我们刚好啦，好，我们刚刚掉的。小只的放那么快，一个半个班，多大屁的？好了，太小的我们就放生了哈。那哦好，嗯好，可以吧？两只啊，留下两条就好。啊，两条，大只放三条，今天钓五条了哈。好，这抓好 ，OK 了。